到了重庆小面，不用来重庆，自己在家就可以做。碗中放盐、鸡精、蒜末，榨菜和猪油，再来两勺这个重庆大厨调制的重庆小面酱，用它拌饭拌面都好吃。最后加点葱花和生抽，甩开下面条，有条件的放点蔬菜，碗中倒入面汤水，再放面。